这次讲霍勒大妈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寡妇，膝下有两个女儿，一个既漂亮又勤劳，而另一个则又丑又懒。寡妇却格外疼爱又丑又懒的那一个，因为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另一个呢，不得不什么活都干，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灰姑娘。可怜的姑娘每天必须坐到大路旁的水井边纺线，不停地纺啊纺，一直纺到手指磨破了血。有一天，纺锤全让血给染红了，姑娘打算用井水把它洗干净，不料纺锤脱了手，掉进井里。姑娘一路哭着跑到继母跟前，对她说了这件不幸的事。继母听了，把姑娘臭骂了一顿，还威逼她说，除非她把纺锤从井里捞出来，不然就饶不了她。姑娘回到井边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，她害怕再遭继母的斥骂，就跳进了井里。在井里，她失去了知觉，等苏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美丽的草地上，草地沐浴着灿烂的阳光，四周环绕着万紫千红的花朵，各自争妍斗艳。她站起身来，向草地的前方走去，在一座烤炉旁停下了脚步，发现烤炉里装满了面包。面包对她说，快把我取出来，快把我取出来，不然我就要被烤焦了。我在里面已经被烤了很久很久了。姑娘走上前去，拿起面包铲，把面包一个接一个地全取了出来。随后，她继续往前走，来到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下，果树冲她大喊大叫，摇一摇我呀，摇一摇我呀，满树的苹果全都熟透了。于是，姑娘用力摇动果树，苹果雨点般纷纷落下，直到树上一个也不剩了，她才停下来。接着她又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堆放在一起，然后又继续往前走。最后，姑娘来到一幢小房子前，只见一个老太太在窗前望着她。老太太青面獠牙，姑娘一见心惊胆战，打算赶快逃走。谁知老太太大声嚷嚷起来，亲爱的，你干嘛害怕呢？就留在我这儿吧，要是你愿意在这儿好好干家务活，我保你过得舒舒服服的。你千万要当心，一定要整理好我的床铺，使劲儿抖我的床垫，要抖得羽绒四处飘飞，这样世界上就下雪了。我是霍勒大妈。老太太说这番话时和颜悦色，姑娘于是鼓起勇气答应留下来替她做家务事。她尽力做好每件事情，使老太太心满意足。抖床垫时，她使出全身力气，抖得羽绒像雪花儿似的四处飘飞。因此，老太太对她也很好，使她生活得挺舒适，每天盘中有肉，要么是炖的，要么是烧的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姑娘渐渐变得忧心忡忡起来。一开始她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后来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想家了。在霍勒大妈家里的生活比起在继母家里的生活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可尽管这样，她依然归心似箭。最后，她对霍勒大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，我现在很想家。在这下面，我事事称心如意，可我再也待不下去了，我得回到上面的亲人身边。霍勒大妈听后回答说，你想回到家人身边，我听了很高兴。你在我这儿做事尽心尽力，我很满意，那么我就亲自送你上去吧。说罢，霍勒大妈牵着姑娘的手，领着她来到一扇大门前。大门洞开，姑娘刚刚站到门下，一粒粒的金子就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，而且都牢牢地粘附在她衣服上，结果她浑身上下全是金子。你一直很勤劳，这是你应得的回报。
霍勒大妈对他说，说着又把他掉进井里的纺锤还给了他。忽然大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，姑娘又回到了上面的世界，她就站在她继母家的附近。她走进院子的时候，蹲在露炉上的大公鸡咯咯地叫了起来，咯咯咯咯，咱们的金姑娘回来罗。她走进继母的房间，因为浑身上下沾满了金子，继母和妹妹亲热地接待了她。姑娘跟他们讲述了自己惊心动魄的经历，继母听完了她获得这么多金子的过程，就打算让她那个又丑又懒的女儿也享有这么多的金子，于是她把这个女儿打发到井边去纺线。为了使纺锤染上血污，这个姑娘就把手伸进刺篱笆里，将自己的手指扎破，然后她把纺锤投入井里，自己也随即跳了进去。在井里，她像姐姐一样，先是来到一片美丽的草地，然后顺着同一条小路往前走去。她走到烤炉前时，面包冲着她大声叫喊，快把我取出来，快把我取出来，不然我就要被烤焦了。可这个懒惰的姑娘听了却回答说，谢谢，我才不想弄脏我的手。说完继续往前赶路。不大一会儿，她便来到苹果树下，果树跟上次一样喊叫着，摇一摇我呀，摇一摇我呀，满树的苹果全都熟透了。她回答道，当然可以呀，可苹果落下来会砸着我的脑袋。说完继续赶路。来到霍勒大妈的小房子前时，因为她听姐姐说过老太太青面獠牙，所以见了面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。第一天，丑姑娘心里始终惦记住作为奖赏的金子，所以强打起精神，装成很勤快的样子，而且事事都照着老太太的意愿来做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她就懒起来了。第三天呢，她懒得更加不像话，早上甚至赖在床上不想起来，连整理好霍勒大妈的床铺这件事也给忘记了，更不用说抖床垫，抖得羽绒四处飘飞了。几天下来，老太太已经受够了，就预先告诉她，她被解雇了。懒姑娘一听，满心欢喜，心里想到，该下金雨了。霍勒大妈领着她来到那扇大门前，可当她站到门下时，非但没有金子落下来，劈头盖脸地泼了她一身的却是一大锅沥青。这就是你应得的回报，霍勒大妈对她说，说完便关上了大门。懒姑娘就这样回到了家里，浑身上下糊满了沥青。蹲在露炉上的大公鸡看见了她就咯咯地叫了起来，咯咯咯咯，咱们的脏姑娘回来罗。懒姑娘身上的沥青粘得很牢，无论怎样冲洗也无济于事，她只好就这样一辈子了。